はい、始まりました WebX スタジオ、コインポスト取締役 CSO の青木です。本日は、台湾シュウェイファーザン部台湾のデジタル発展省から、お送りしております。では、本日は皆様ご存知のオードリー・タンさんにインタビューさせていただけるということで、ご紹介していければ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おります。那首先今天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那我们2021年的时候也做过采访，然后我们在 YouTube 上面公开了之后受到非常多的关注，那我们今天呢进行主要针对 Web3 技术应用的采访，请多多指教。那我相信您是日本最有名的台湾人之一，所以我相信大家看这个采访的大家都知道您，但是能帮我自我介绍一下吗？日本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唐凤 Audrey 唐，那目前在台湾担任数位发展部的部长。在担任部长之前，我是政务委员 Minister Without Portfolio， 主要是处理社会创新啊、青年参与啊、开放政府等等的事情。那现在到了数位部，我主要就是要促进全民的数位韧性 Resilience， 还有信任 Trust。那第一个问题是关于 inbound 旅游需求的部分。那台湾贸易中心已经开始通过日台的合作探索元宇宙的应用的部分。那您认为使用区块链技术元宇宙将对于台湾的地区发展和 inbound 的需求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数位部当初在成立的时候，我们注重两件事情哦，一个是像你刚刚讲到的元宇宙的技术，是让大家可以从本来只能彼此打字，到变成可以看得清楚彼此的脸跟画面视讯，然后到连手势都可以传递，到最后连我背景所在的这个空间都可以建模之后传递给你啊，我们戴上 VR 或者是用裸视 3D 的方法，就可以明明人不在同一个地方，但是感觉好像在同一个地方，这个叫做共同在场，就是我们相处的深度啊越来越深。但是呢，其实很多元宇宙的技术呢，它在发展的时候是变成是好像只有用那个平台的人，或者是有特定设备的人，才能够相聚，所以就会变成是本来很多人都感兴趣的，但是到最后只有一小撮人才能够真的在里面互动。所以呢，我们同样也在意另外一件事情，我们叫做西马互通，就是说不管你是用哪一个品牌的手机，哪一个品牌的设备，或甚至是说你比较偏好的是面对面啊等等的方式，我们都可以透过各种技术把这些不同的小的元宇宙把它串在一起啊，这个我们叫做多元宇宙，就是好多个元宇宙能够彼此串在一起。我们认为大部分的技术的开发，包含你刚刚讲到的区块链，都是往更 decentralized， 就是本来只有我们自己好比像说几百个人彼此认识，但是因为我们把我们相处的方式放在 Web3 的系统里面，所以任何人只要同意我们的 protocol， 就是同意我们的协定，好比像说希望帮我们数位部备份我们官方网站的人就可以加入 IPFS， 那他只要捐一点点他的硬碟的储存空间 PIN 我们的IPNS/con/moda.gov.tw 就整个我们的官网都备份在他的电脑里，那也不怕宕机啊，在飞行模式啊没有网络的地方啊都可以来使用，那这样子就是一下子就把它扩散到全世界所有人，那这个是互通的部分。所以共同在场的部分跟互通的部分，我们觉得是要同时的来开发哦，这是最基本的想法。那刚才提到说怎么样子去确保说我们人虽然是可能在不同的国家啊等等，但是就好像身临其境一样的可以参与彼此的生活，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身份的验证啊。我们现在数位部已经参加了国际上像 W3C 啊等等的这些国际的组织，很快的我们就可以变成是好比像说假设你不是台湾人，你只是来这边上学啊，或者是拿我们的金卡有居留证啊等等，但是你在手机上面只要装 TWFIDO 就是我们的身份认证的程式，你就可以跟国民一样的用完全相同的方式去存取很多公共的服务。那这些公共的服务呢，也不是说你在境内才能够来使用，你在境外也可以使用，所以我们现在就有很多人他是 Virtual Taiwanese， 就是他在境外就申请到了数位金卡，那取得我们的 residency 就是我们的居留权，那他想要来台湾的时候才来台湾，但是他一来的时候我们就像 Vitalik 他就是一个 Taiwanese resident 因为他有金卡的关系。所以我觉得第一个是我们的政策要把它开放到任何人只要在 Web3 里面
他有证明他有给出贡献，八年的时间，那不管他的学历，不管他的薪水，我们就让他当台湾人，就有台湾的金卡，就有居留权。而且呢，他当到第五年的时候，如果他很喜欢台湾，我们还发一本台湾护照给他，而且他不用放弃本来的护照，所以他会变成 also Taiwanese。所以我们就是透过这种西马互通的方式，把我们自己这边的 digital service 数位的服务能够提供给全世界认同我们的人，那将来经营一个所谓的元宇宙的空间，那我觉得这个是能够提升国际的合作还有互信，因为大家都可以去认彼此的签章啊等等。那除此之外，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会强化所谓的 public infrastructure， 就是公共的建设。那像刚刚讲到的 IPFS， 大家都可以帮彼此备份 NFT 啊什么的，那个其实一开始是一个 civic infrastructure， 就是民间自己做出来的。但是因为我们愿意资助这样子的专案，所以我们就把 Web3 里面这些最创新的想法直接拿到我们 public service 里面来用。那这样的好处就是说，只要各国政府都用类似的一些 public code， 你透过某一个政府他所提供的服务，哎，你到台湾这边，哎，你接取一样的服务，你也不用重新再学一套，也不用再安装新的程式，大家就可以加在一起。我这边有贡献的，好比像说帮我的网站加一个自动翻译啊什么，日本政府其他政府也都可以收回，那反过来也是一样的。那您刚刚提到说这个身份验证的部分，区块链技术本身已经开始使用于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的部分 DX 的部分，那数字化系这世界中不可转让的 Soulbound Token SBT 的部分，在证明个人背景或者说可信度方面，有哪些可能的商业应用或者说政府应用呢？对，其实我们自己就是在办活动的时候，我们发的那个 proof of participation， 其实现在就都是用 Soulbound Token POAP。对，所以对我们来讲，并没有说好像一定要通过一个法律什么的，就我们自己开始做。那这个其实是一个叫 sandbox 的概念，就是整个 mode 就是一个大型的 sandbox。我们这边的参与的证明，或者是说不只是参与啊，甚至你得一个什么奖，像我们点子松啊，有好点子的，那我们就去颁奖，颁奖说你可以分享给大家，你看到2040年的未来是什么等等。那这些讲座奖牌什么，现在都是用 SBT 的方法来颁发。那这样子的好处两个嘛，一个是说因为它是composable，所以别人在写程式的时候，他就可以说，哎，那我这边的这个活动，只开放给有得过这个奖、这个奖、这个奖的人来参加。这也包含数位金卡，以后取得我们数位金卡的资格之一是有赢得这些相关的奖项。那这样子的话，就不用一个一个再去这个找公证人盖章啊什么之类，这个公链本身就是公证人嘛，你直接在公链上面给出这个 SBT， 你说不定以后自动就获得我们的 residency， 自动获得金卡。所以我想在证书证明这件事情上面，不是未来了，现在就是已经在应用了。那另外一个也很重要的就是它可以促进公民的参与。我们知道在线上，台湾很长一段时间就已经有公民提案啊，大家来投票啊，总统被黑客松啊，甚至平方投票啊等等的方法。但是在此之前，我们大概都只开放给本国的国人，或者是说你至少要我们台湾的 SIM card， 就是我们的简讯号码。那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所谓 cyber attack 分身攻击嘛，我们如果一下子就开放给所有人，那有人就可以创造出十亿个这个身份来，那这样我们也不用投票了，反正都他们赢就好了。对对，那这个情况下，我们就要兼顾我们自己这边的 integrity， 就是确保说它是就是完整的，脉络是完整的，但是我们又希望国际的参与。那这个时候像 SBT 这样子就很好用，就是如果你可以跨境来证明你是一个自然人，那不一定需要透过你的政府跟我们的政府签一个什么双边的合约，有的时候只是我们两个都同样支援某一个 trust system， 就是一个公用的一个国际的标准吧。那我们现在也正在修订我们的电子签章法，希望明年很快电子签章法三读通过之后，就不一定需要双边签国际协定，而是我们都加入同一个公链啊，我们就可以互认彼此的电子签章。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更加开放，去让关心台湾政策的人一起来参与我们的政策的讨论等等，但是我们又可以有很好的信心，不会一下冒出十亿个这个人出来。谢谢。
那您刚刚提到也说啊，国际合作的部分，那 Web3 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一个 borderless 的一个全世界开放的一个产业。那现在日本把 Web3 作为日本最重要的发展产业之一，然后日本政府也非常积极的推进 Web3 的普及和相关法规的调整的部分。那作为台湾政府 Web3 的政策方向、法规和国际合作的提示有什么吗？其实以这张图来讲啊，Web3 就是越来越往右边走，你看看到底下是人数，就是本来是一个人、十个人、一百个人、一千个人，那 Web3 的好处就是它可以 scale 到以前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那么多人一起参加同一个协定、同一个组织哦，它传播散播的速度是非常快的。好比像说像以前的就是对话，大家在现场的这种互动，通常最多就是上百人，最多一千人了，超过一千人就没有办法了。对，那但是呢，我们如果是透过 Web3 的方式，它就可以变成一个好比像说许许多人一起对话之后，大家在链上一起验证过我们真的有过这样的对话，然后再把这样子对话的基本概念一起来训练一个 AI 一个模型，那这个模型呢，它就可以重新再现我们在讨论里面的一些大家共同关怀的觉得最重要的事情，那这些模型呢又可以再去跟别的地方训练出来的模型再做这样子的对话，一路往上，所以这个就叫做扩增式的审议、哦、Augmented Deliberation， 它就是把对话这个点就是大概一千人左右用自然语言往右上角去打开。Web3 是让我们能够在全世界虽然是不同的国家，但是只要用同一个 protocol 都可以来进行对国际大家一起关心的事情的讨论，好比像说 AI 的道德伦理啊，或者是说要怎么样因应全世界像气候危机啊或者是所谓关于碳权啊等等的这些事情，那这些全球性的话题就可以透过 Web3 的方式，大家在各自的社区讨论之后浓缩成大家经过千章可以相信的AI， 那再透过这些 AI 来进行跨国跨社群的讨论，那像这样子的讨论我们也很愿意来 sponsor， 事实上已经有过几次蛮成功的，包含跟 OpenAI 跟 Anthropic 等等的做法叫做 Alignment Assembly， 是我们跟 CIP 一起办理的。所以我觉得 Web3 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最重要的就是在维持它的这个协作的深度的同时，把它扩及到的人变成全世界啊，又或者是说透过一些新的技术，在维持相同的人的情况下，你刚刚讲到元宇宙技术，让本来我们只能透过平面的荧幕看到彼此的，现在变成连手势啊、声音啊、表情啊等等啊都能够传输出来。那这两个方向要同时发展，不是偏重一边。那最后的结果就是像刚刚讲到的，就是任何人都可以用自己熟悉的方式、熟悉的语言，在中间 AI 啊自动来翻译其他人讲的语言到我听得懂的程度，我讲的到别人听得懂的程度。然后呢，这一切都是在链上或者其他的公正的科技上面证明是可信的，而不是谁是能够很容易的冒充别人的这样。那我想再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共同在场的这个概念，那我们经过了这个疫情，我们就很难见面，很难出国。对啊。那这个Metaverse 这个概念是以前就有的东西，但是共同在场这个概念是。疫情这个东西对您的想法有什么影响吗？那非常好的问题哦。确实在疫情的时候大家都发现说，如果是传统的那种 video conference， 那我们如果彼此之间本来就很熟也许可以，但是跟陌生人去做 video conference 一直都有一个困难，而且我讲的不是只是你看镜头就没有看对方眼睛的那种困难，而是说你很难准确的了解对方的状态。所以如果已经有 agenda， 已经有议程，只是开会，只是把事情做到，这个没有问题哦。但是如果是要变熟，就是人跟人之间交流越来越密切，那或者甚至要脑力激荡 brainstorm 做一些创造性的事情，那是不足够的。就是只是传递单感官啊，或者就是听觉加上一点点这个平面视觉，它最多就是能够到这个一起写个东西共同著作的这个程度，但它没有办法取代现场互动，更不要说亲近的关系了啊。那所以我想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研究方向，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子不要只受这种平面的影的限制，而是可以
更进一步的把我们周边的场地的那种感受也一并传送出去啊，那这里面就需要很多包含这个先进的传输的速度，包含先进的显示跟听觉的技术，但是更重要的就是需要大家都愿意花时间跟彼此相处，而不是像现在在线上感觉都很 transactional， 就是我收你一个讯息赶快回一下我就去做别的事情，就没有全神贯注啊。对，所以就是要回到那个全神贯注在彼此身上的那个感觉，那这个感觉有了才有所谓的共同在场，所以这一部分也是很重要。谢谢。那我们进步到最后一个问题，那您身为台湾数位发展部部长，您认为 Web3 的未来预测和愿景是什么呢？是所以如同这张图上面讲的有两个愿景，而这两个是彼此互相交织的那一个就是本来不熟的人那可以透过这些先进的 Web3 的技术而更加彼此信任彼此相信，以至于可以越来越熟就是到最后到共同在场的程度。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在全世界其实有很多理念相近的人，但是我们之前都没有机会去认识，因为我们认识人的方法一次只能认识一点点人所以呢透过像分散式自治组织道等等的方式我们就可以把本来一定要在同一个地方同一个国家等等的这种限制把它解除掉，而是变成只看价值理念的远近而不看地理的远近，所以再远的人再多的人都可以透过这种新的方法把它组织在一起，组织在一起之后那我们去认识彼此的方式也不局限于像以前是一次只能跟一个单一的人互动，就像刚刚讲到的说不定一个道它有一个 avatar，然后这个 avatar 就可以来跟别的道跟别人互动等等，所以就是同时照顾到越来越多人可以互动跟互动越来越紧密，而不是在这两个中间做出取舍。在以前的很多的技术 Web2 的时候这两个都是要做出取舍的就是如果你要很这个高品质的相处的话，那你就要去用越来越集中化的平台，那这样子的话你就排除了很多没有办法用这些平台的人。那如果你要一次接触到很多人的话，那当然理论上你也可以写 email 给一大堆人，但是这样子互动的品质就没有那么高，所以在此之前好像这两个中间要做取舍。那我们 plurality 多元宇宙这个想法就是把本来做取舍的把它变成两个轴，就是把它这样子，那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同时往两个方向都进行进展，而不会变成说你到这边就去掉这边，到这边就去掉另外一边的情况。谢谢。再次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以及共享非常宝贵的意见。那最后对日本朋友们有什么 message 吗？这个很谢谢大家听我们今天的小采访。我想就像刚才讲到的在网际网络上面没有地理的远近只有价值的远近。不过呢日本跟台湾不但价值很近，地理上面也很近。所以如果你是在 Web3 领域工作的朋友，很欢迎你来申请我们的数位金卡。你只要找 Digital Gold Card， 很快你也可以变成 Also Taiwanese。那这个拿个台湾的居留权，甚至未来拿台湾护照，而不需要放弃这个日本人的身份那同样的，只要你能够证明你在 Web3 在 Open Source 甚至是 Blogging 这种 Communication 领域有八年的贡献，那你也不需要取得什么学历或薪资的证明，直接就成为台湾人吧。所以 See you in Taiwan, live long and prosper.